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爸找你干什么？是不是为了漫画的事儿啊？我去自首，那是我画的。我没事。好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好吧，那回去好好休息。再见。进来。黄狼，你未经请示直接离开训练营了。他去哪了？听粉红豹说，他好像是要回家一趟，但是他并没有带行李。你打算怎么处理他？那得看他自己的选择了。如果他不说，你真的会开除他吗？来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我跟你们说啊，为了咱们姐妹们再次聚会，真的还得再来一杯啊！你慢点喝，没事，来干杯，来来，艾玛，来来来来，干杯，干杯，呜，干杯，干杯！小蝶，你没事吧？一点事儿都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我自由啦！啊？我说我自由啦！那你们是可以随便跑出来吗？巨亮怎么没出来呀？干什么巨量啊，那个地方那什么破训练营，我跟你说特别没劲，我再也不回去了。来，关小迪，我就猜到你肯定坚持不了几天，怎么样，不信被我猜中了吧？托你啊。哎，罗琦，你真是那个神补刀，小心要遭殃。来，干一杯。来来来来，快拿着，就是得出啊，赶紧的，快拿着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干杯。跟你说一会儿呢、啊、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够哥们儿啊，太不够哥们儿了，真没意思。哎，子枫过来。怎么了？我之前路过办公区的时候，我听到男神教官他们在聊天，好像说到什么开除，也听到了火狼女的名字，你说会不会是火狼女要被开除了？嗨，不就一个恶作剧吗？没那么严重，别瞎操心了。你干嘛呢？哎，粉红帽，你快来快来！干嘛呀？又八卦什么玩意儿呀？来嘛！哎，你听说了吗？火狼女好像要被开除了。没有啊，你还听到什么呀？好像还听到什么入侵。我要去自首。哎，不是，你去哪儿啊？他说他去自首。报告。进来。教官，侵入烈火城的人是我，不是关小迪，要处罚就处罚我吧，你不要开除他了。在所有学员中间，能够无声无息地侵入烈火神盾系统的人，也只有你粉红豹了。您早猜到是我了？之前呢是猜测，但我想听到你亲口的承认。那我现在承认了，您要处罚就处罚我，要开除就开除我吧。
我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有电脑专长的学员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我干嘛要开除你啊？那你之前不是要开除关小迪的吗？我要处罚他是因为他隐瞒了实情。总教官，他是为了保护我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处罚侵入系统的人了？需要他保护什么？接下来就要看他自己的决定了。那这么说你是自己偷跑出来的？那你还回不回去？我回哪儿去啊？那地方我跟你们说，幸好你们都没去。你都不知道那地方有多惨，知道那个女的吧？叫什么名来着？那女的柳莎，还记得柳莎吗？谁？妖女啊，妖女记得吗？就她训，她训练人，简直能把人折磨死，真的能把人折磨死。还有她一个上级的一个教官，她的要求一般人都做不到，只有机器人能做到，她还让我们做，有病吧？有那么夸张吗？你别说，还真那么夸张。我们每一天起得比鸡还早，睡得比狗还晚，然后每天吃得比猪还差，你知道吗？练得比驴还累，简直别提了，真的。